带大家前往镰仓、灌篮高手平交道以及江之岛，还有其他五大知名景点，一起看下去吧。这一次我们从东京市区新宿站出发，先搭乘新宿 JR 到藤泽站，再转搭江之电铁到以下知名景点，可以搭配这张周游一日券沿路畅玩。这边教大家如何在车站购票机买票。首先点选 Tickets 票券，这边右上角有一个 Free Pass， 进去点选右下角红色的这个 Inashima Kamakura Free Pass， 大人一张是日币1640，等于台币350块左右，直接用票券进入就可以了。我们这次要搭乘的是8:27的藤泽，在第四月台，车程大约1小时。抵达藤泽站之后，出来就会看到沿路有这个指示，照着这个走，大概3分钟就会到江之电铁。第一站我们要前往的是镰仓高校前平交道，从江之电铁一号藤泽站出发，搭到8号镰仓高校前站。这边就是《灌篮高手》主题曲《晴子啊》跟樱木花道巧遇的场景。自从电影上映之后，这里又再度爆红。最火红的场景就是电铁经过平交道，搭配这个无边际海景，随手一拍就很漂亮。也因为现在人潮众多，时常影响当地交通，所以大家也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哦。第二站要前往长谷寺，再搭江之电铁往前4站，12号的长谷站。出站之后就会看到指示，步行大约6分钟就会抵达长谷寺。沿路有一些店家，像是右手边这个面包店，往前有咖啡摊位，然后这一间是餐厅，有汉堡啊、冰淇淋跟生啤酒，也有日本当地的杂货店。对面转角这间是贩售各种大福跟团子的店，左转进来就快到长谷寺了。右手边这间前雨屋本店，它是贩售鳗鱼饭跟冻饭的定时店。抵达啦，灯笼和松树是长谷寺入口的标志，在大门左手边的贩卖机购买参观券，大人的话是400块日币，小孩是200块，这边可以直接用西瓜卡扣款，所以就选择 IC。 出示给入口人员就可以进去了。进入到寺院里面，可以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以及绿荫下的清凉感，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自在。寺院里面有正殿啊、阿弥陀殿、地藏殿、变天殿、道和社、观景路、观音博物馆，还有景观台等等，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。这边楼梯走上去不会很难走，也不会很高。这边就是正殿了，里面供奉着11面观音菩萨像，是一个很庄严又巨大的场所。本殿内都是很安静的，在观音菩萨面前参拜，有祈祷家人平安啊、心愿达成、许愿用的蜡烛。往旁边这边走，这个就是景观台，可以眺望附近的海湾。往下的楼梯走，有小溪流水，四处风光如画，是可以用心欣赏及拍照的好地方。往左手边过去，这是一个书院，是一个写经的场所。长谷寺这边不仅有佛教文化和历史遗迹，可以祈福平安。最著名的是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的绣球花季，很适合顺道来这边走走看看哦。接着我们就要步行走到镰仓大佛殿、高德院，步行8分钟就会到了。左边可以先看到一个咖啡厅，往前是贩售镰仓的纪念品店，有衣服啊、雨伞跟门帘。这是冰淇淋跟包子，往前这个是米果饼干店，右边这个是甜点店，这是一间冻饭店，海鲜啊跟鲔鱼冻饭，
这边是一个冰淇淋专卖以及饮品的咖啡厅，往前是服饰纪念品店，然后就快到镰仓大佛殿咯。首先进入人王门，牌匾大大写着高德院的三号大义山。高德院的正式名称是大义山高德院清净泉寺。人王门可以看到两旁分别是嘴型张开的阿行以及闭合的谋行人王像。进到里面要请狗票，参拜的成人是300块日币，小学生是150块日币。付钱之后，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印着镰仓大佛书签样貌的门票。进去之后就会先到守水社，洗净双手之后往前就可以看到大佛了。镰仓大佛是一个日本国内知名度名列前茅的大佛，高有 11.3 公尺，重达121公吨的青铜大佛。原本大佛它是安置在大佛殿内，但因为大地震啊跟强风的关系，所以就重盖了好几次。室町时代中期之后就不再盖大佛殿，因此成为了露天大佛，直到现在。往里面走，右边这边看到有一个长 1.8 公尺、重达45公斤的草鞋，代表着希望来到镰仓大佛参拜朝圣的信奉者们祈福的心愿。往前有卖线香，还可以选购一些与镰仓大佛高德院相关的御守纪念品。在离开镰仓大佛之前，还有一些纪念品店可以买到土产礼盒、冰淇淋，也有不少镰仓著名的小物，这边都有。往出口右手边有各种印有象征日本图腾的器皿、可爱大佛吊饰、购物袋以及电铁的周边商品。出来之后，对面就有一些商店，有饮品、有橙汁贩卖机，旁边还有现烤团子。前面白色店铺是丰岛屋，招牌是鲜黄色的包装，鸽子奶油饼干是非常道地的镰仓和果子老店，也是非常热门的镰仓必买店家。这边我们就要沿路走回电铁站，搭车前往小町通商店街跟鹤冈八幡宫。这边是搭到底站镰仓站15号，下月台之后就有一间大型的店铺，贩售各种礼盒以及刚刚有提到的鸽子奶油饼干。这一间是很多种的冰沙饮料以及冰淇淋。出站之后，我们往东口的方向前进，左转这边会看到指示八幡宫跟商店街的方向。路口看到大大的鸟居，就是商店街道啦。这边全长大概有600公尺，是从白天到晚上都很热闹的商店街。右手边第一间是一些海鲜类冻饭，隔壁是日本必逛的巷子共和国，主要是卖吉普力相关的周边商品。前面这个是 Iwata Coffee， 有超过75年的历史老字号的咖啡厅，招牌是这个热蛋糕。右边这是一间贩售各种小物的杂货店，左边转角这边是一些串炸、天妇罗跟可乐饼等等。往前有一间卖抹茶相关的专卖店，像是抹茶布丁、双麒麟以及抹茶饮品，抹茶控一定要来尝尝。这一间叫做 Collection Market， 整体店面很缤纷可爱，卖一些潮流品牌的周边，像是用 Burger King 跟星巴克品牌 logo 做出来的创意。外面这一间是包包专卖店，我们要继续直走往八幡通逛下去，左手边又碰到了一间抹茶店，这家就是专卖抹茶卷饼啊跟冰淇淋居多。往前的话有日本必吃的草莓大福，也有豆沙大福。左边这一间是日本当地书店，有艺术类型书籍，也可以在这边买到明信片。前面这个是菊若肥皂专卖店，在店面可以看到店员很亲切的打招呼，这边也可以体验看看肥皂，有可以洗脸也可以洗手的，听说洗完会变白。这一间是山养蜂园，可以购买蜂蜜，也有添加蜂蜜的饮品啊跟冰淇淋。镰仓源次庵，这是一间豆果子店，口味超级多可以选择，光试吃的部分就可以吃了超多种，口味有甜有咸，我觉得每个都不错吃。前面这是一间排队美食 Giraffe Curry Pump 咖喱面包，
使用牛猪混合的绞肉、姜黄、香菜等30种新香料，以及五星植物跟蜂蜜以及苹果调和，制作出浓厚咖喱酱，最后再加上大量的莫扎瑞拉起司。这边是各种果干类可以试吃，左手这个是肉类专卖，有火腿跟香肠、火腿炸丸子跟培根炸肉，沿途很多小吃可以尝鲜，也有纪念品、服饰跟包包可以逛街。这里还有银饰手作，有戒指体验，也可以用半定制的方案，像20到30分钟就可以完成，有兴趣的人可以体验看看。凤剑屋是烤团子专卖店，口味的选择非常多种，看起来就是很精致，现场排队的人也很多。这边从地下1楼到3楼都是各种餐厅，有海鲜冻啊、炸猪排、拉面等等。这是咖啡厅，烤布丁。往前这个是饰品店、雨伞专卖店。镰仓跟江之岛这边因为临近湘南海岸，固定在1年的3个季节迎接鲔鱼渔获，因此这边非常著名的就是鲔鱼冻饭。紫色招牌这个是镰仓豆屋，主要是卖各式各样的豆子，外表是用各式各样的口味淀粉包住花生，每一个跟弹珠一样圆形的大小。前面这个是主打日本风格的小物商店，然后有帽子专卖店。左边进来这边有一些餐厅，汉堡啊、定食，还有这个大排长龙的手打乌龙面店。这间也是日本风格的商店，有衣服啊、饮料杯套、零钱包、提袋等等。这是布丁专卖店，有很多种口味，最推荐当然就是抹茶咯，还有炸鸡店跟生啤酒。茶屋是抹茶专卖店，这间有多种抹茶甜点，最有名的就是抹茶口味的提拉米苏，抹茶控一定要吃。最后这是一间饰品店，拿着这个小纸跟笔，再对照你喜欢的饰品编号写上去就可以去结账，最后在旁边的这个柜子取货哦。到前面路口我们右转，经过一些餐厅店家，就快要走到鹤冈八幡宫了。前面大大的鸟居就是入口了。鹤冈八幡宫在1191年的时候建造而成，当时是祭神所供奉的八幡神。现今在日本全国就有40000多座供奉八幡的神社，其地位呢仅次于伊势神宫，是日本皇室十分重视的神社。大家在过年的时候，这里就会挤进大批人潮，祈求新年平安顺利。入口进来，直到本殿的路上，左右两侧会有一些摊贩，这间就是牛串，旁边有一些草莓专卖。再到本殿之前，可以在这边洗净双手，再前往去参拜。周围也有很多可以购买御守跟祈福签的地方。本店下面这个大圈圈，投币100元铜板，就可以拿一张人形纸牌。进入这个大圈圈之前，旁边有告示牌会跟你说这个要怎么走，绕上3圈就可以消灾解厄、拔除疾病。走完之后，还要再跟着这个做3步骤，再把纸人丢进纸箱，这个才有用哦。进到本店这边，左手边大排长龙是贩售各种御守的地方。鹤冈八幡宫这边官方印记是鸽子的图案，象征在神社内展翅高飞，所以也有贩售鸽子系列的御守，招福除恶的破魔使御守。也有工作啊、恋爱、安产等等的各式御守。逛完八幡宫，回到入口大鸟居的地方，对面这个就是若宫大路，是著名的赏樱名地。我们沿着若宫大路走回小町通商店街，这个是有炸虾冻饭、牛冻的餐厅，前面咖啡厅、小物器皿店家。往前是镰仓烧，使用抹茶口味的煎饼面糊制成，内馅是黑芝麻。
这一间是番薯甜点店、冰淇淋跟鲷鱼烧。三和屋本店是1909年创建的老字号酒品专卖店，这边有帽子跟筷子专卖店。这间看就超级酷，是香肠专卖店，有像是热狗堡啊，或是单点的，再配上啤酒，大家都推荐这个组合。走到入口右转进去，小叮通，这就带大家来到小叮通最有名的咖喱屋，它是在地老字号人气咖喱饭，不管是平日或是假日，只要在用餐时段都有满满的人潮。咖喱总共有6种口味，招牌是牛肉咖喱。它这边正常尺寸的饭量真的很巨大，所以食量不大的人建议点小份就好了。往前这一间是吉拿棒跟饮料店，旁边也是甜点，看起来像是千层的酥脆外皮包鲜奶油跟水果。隔壁是番薯甜点店，这边有好多甜点店开在一起，喜欢甜品的人不要错过哦。往前这边有手绘人物跟海鲜冻饭餐厅。回到刚刚那一条小叮通商店街，左边迎来的是上海烧小笼包，店内有站着内用的位置。咖啡店以及冰淇淋店内有杯装的布雷，这是满满促销的服饰店，还有宠物用品专卖。小叮通商店街这边真的应有尽有，可以买到土产伴手礼、日本当地人气美食小吃、各种日本风格小物，真的好逛又好买。整条街逛下来也是非常热闹，非常推荐大家到镰仓一定要来到这边走走。左手边这个是回转寿司，价格落在220到330日币，也有660到900左右的高级食材寿司。玉镯饰品店，再往前是草莓系列甜点。逛完小叮通商店街之后，在电铁旁边有一间小超市，这里面有贩售一些纪念品礼盒、糕饼啊、面包以及大福。下一个我们要前往最后一站江之岛啦，一样搭乘江之电铁，从镰仓站搭到江之岛站6号。推荐大家，如果你有买一日券的话，你可以在邀月站7号下车，捕捉一些电铁经过的美景。抵达江之岛站啦，出站之后走往江之岛，步行大概8到10分钟。这边马上经过一间咖啡厅，这是日本知名连锁店。往前这个是法式可丽饼，有烤焦糖口味跟巧克力以及抹茶口味。这间咖啡厅有很多口味的鸡蛋糕、冰淇淋跟咖啡饮料。玉屋本店，这也是甜点跟咖啡厅，外观跟内装充满了日式房屋风格，里面有贩售抹茶、提拉米苏，还有羊羹。这也是甜点冰淇淋咖啡厅，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Pico 是窑烤披萨店，有超多种口味可以挑选，也有意大利面可以选择。这条前往江之岛的路不是什么商店街啊，也不是商圈，但就是有很多隐藏版的甜点跟咖啡厅。Inoshima Pudding 里面有好几款口味，有黑豆布丁啊、焦糖布丁，也有冰淇淋的，很推荐试试看看。往前看到右边的 Lawson 表示快到了哦，看到这个告示牌，再走680公尺，穿过去的这条桥风真的非常大，如果你有戴帽子的人真的要小心。转角这一间有卖现蒸的肉包跟一些饮料，还有冰淇淋，真的到处都有冰淇淋。走过去，左手边贩售各种杂货，右手边这个是海鲜冻饭，有炸文鱼冻饭。这条街叫做辩才天重见士通，有贩售女夫馒头跟海藻羊羹，还有一些纪念品店。
这一间是海鲜天妇罗跟烤鱼料理。看到前面人群排队，就是江之岛必吃章鱼鲜贝，是整只章鱼压扁的烤脆饼。入口处这个瑞星门就是江之岛神社的塔门，再往前就是江之岛神社，它是日本三大变财天神社之一，就类似像是台湾口中的财神爷，也有洗钱白龙王，带来好财运。右边这个是江之岛电扶梯，建于1959年，是日本国内第一座室外电扶梯。这个电梯是需要收费的，成人是360块日币，小孩是180元日币。冬天的话，还有限定香南宝石灯节，可以直接购买活动套票，成人的话就是900块，小孩是350块。往前走回商店街，有伴手礼店、美食料理。海岛必有海鲜料理，随处可见文鱼系列餐点，甚至还有布拉吉啤酒。虽然短短一条街，但满满的什么都有。外围这边主要是以海产还有现烤海鲜为主，也有一些景观餐厅、咖啡厅，还有一些特色料理及餐车。镰仓跟江之岛真的很适合购买周游券，畅玩一天。有美食小吃餐厅，有好逛的店家，跟美丽的风景。最后到小田急线的江之岛站入口就非常有特色，非常适合拍照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铁路电车迷拥有无边际海岸的绝美美景，一票玩到底，真的太划算啦！赶紧安排起来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